来吧，看这啊，接下来咱先看个例子啊，其实也没那么难哈，别紧张，逗你们玩呢啊。来，word 一个 bbb 等于234，然后呢，里面 console.log 啥呀？aa 啊，console.log aa，然后下面 word aa 等于。一俩仨，return b，哎，换套路了啊，return b，word 一个 globe a 执行，word 一个单，word globe 100啊，等于 a 执行，好，然后执行 demo，行了，看一下例子啊，这啥意思啊？几个意思？来看这个吧，这清晰。首先定一个 a 在全局的范围内，然后在全局范围内定一个 globe 变量等于100，然后呢定一个 word demo 也是一个变量，等于啥呢？等于 a 执行。首先这块是不是执行了？然后让执行的结果付给这个 demo，对吧？这是很简单的事儿了。然后咱再接着看哈，然后 a 执行了，那就执行 a 呗。执行 a 之后发现一个 b 定义，对吧？然后里面要定一个 aa 变量，然后 return b，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环节哈。那这有啥大不了的呢？咱看一下到底结果应该什么东西。首先定一个 a，咱那个环节咱省去了啊，咱直接看一下，a 定义，然后呢 a 执行，a 执行是不是产生了一些东西，对吧？产生一个 a 的执行下文，挂到最终端，最终端，对吧？然后 b 定义拿到 a 的劳动成果，对吧？然后紧接着往下找，没有 b 执行了，就是 b 这时候是没执行，没执行，它是不是一直被等待着执行？也就是拿到 a 的劳动成果那个时刻，对吧？也就是说。B 现在里面的 scope 和 A 执行的时候那个 scope 是不是一样的？是一样的吧？然后什么时候是 A 执行完？return B 是不是彻彻底底的 return 出去了？A 算执行完了，因为最后一条语句嘛，对劲吧？王旭啊，行了，这块是不是都能理解？那好了哈，咱说 A 执行完了的话，是不是就要把那执行下文给销毁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嗡嗡响。A 执行完的话，把执行上下文销毁，然后 A 的执行器上下文里面是不是 产生了 B 啊？是不是由于 A 的执行产生了 B，对吧？然后 A 执行完了要销毁 B，但是有一个环节非常尴尬的是什么呢？你看看啊，在销毁之前，是不是 B 被保存出来了？啊，B 被保存出来了吧？咱先不看这个啊，咱先看这个图，看一眼这个图是怎么回事哈。首先，是不是这块是 A 执行？A 执行有两个执行下文，是不是这么指的？对吧？你别看这线这么乱哈，我先把这俩线干掉。你就单纯的看 A 执行是不是上面这个 A 执行？A 执行的时候有个 A 有个 scope 里面存了一个 scope chain，然后指向两个东西对吧？一个是 A 的 O，一个是 GO 对吧？然后 B 被定义是不是存的东西和 A 那个执行的时候是一样的？换句话说，指向的人都是一样的吧？所以是不是完全有理由这么来画这个图？是不是没问题？完全有这么画吧？啊，马旭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没问题吧？然后接下来对，没毛病哈。接下来干嘛？接下来 A 说了，也执行完了。执行完之后呢，他说砍线了，对吧？要砍谁？要砍 A 的 AO 吧？是把这条线砍了。但在砍之前，发生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事儿哈，他把 B 给保存到外部去了。也就是说，B 现在是谁了？B 现在是 demo 吧？是不是 A 执行的结果放到 demo 里了？A 执行的结果就是把 B 函数的引用给你扔回来了，是不是扔出外头去了？扔到 demo 身上了吧？扔到 demo 身上，demo 存完这个 B 之后，A 被真正的执行完了，对吧？然后 A 说了，也开始砍线了，对，开始砍了，对吧？砍哪个呢？咣当一刀把自己的 AO 是不砍了？A 砍了之后很得意，对吧？说 B 死得透透的了吧？结果呢，并没有吧？B 说我还活得好好的呢，我在外部了。现在我不在你内部待着了，外部有一个空间存了我的引用了，所以你把那条线砍了也没有用，我依然在，能懂我意思吧？他说我依然在，我依然在的效果就是 demo 就是原来的 B 吧，然后紧接着神奇的事发生了，我们现在要执行 demo，也是在外部执行这个 B 吧，B 出生的地点是在 A 里面，要在外部执行这个 B，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？咱按顺序来，执行一个函数先干嘛？先生成执行下文是挂到自己的最顶端。对吧？挂到什么的最顶端？作用于链的最顶端吗？原来有没有链？有链吧？是不是存的是 A 的劳动成果？存的是这东西？
对吧 ？A 把那线砍了，但是我可没砍，对吧？就是 A 首先没砍死 B， 然后呢，他把那个线砍了之后，并没有影响着 B 砍断这个线吧 ？B 是不是还连着这空间呢？所以现在你看哈，当他执行的时候，答案的结果是啥？嗯，砍掉二三。答案的结果是啥 ？B 执行是不是要访问三个 A？ 答案的结果是啥？咱先简单的看一下一二三吧，简单的看一下是不是一二三？然后再深层次的再重来一遍啊。首先看这儿啊，A 执行产生一个执行下文，大概长这个样子。把这个线返回啊，把这个线返回。A 执行的时候是不是里面它有个 scrap chain 指向两个空间，对吧 ？scrap chain 第一位 A O， 第二位是这个 global object 对吧？然后呢，是不是产生一个 B 定义 ？B 定义存的是和 A 一样的劳动成果吧？所以它俩理应指向同样一个房间，对吧？理应这么指，对吧？然后紧接着 A 执行完了 ，A 执行完了之后 ，A 是不是把自己那条房间里面的线砍了，砍断了吧？但是现在不好意思 ，B 还在吧？是不是 A 执行完 B 还在？然后 B 刚才就是指向你产生那个房间吧？因为 B 用的是你的劳动成果嘛，对吧？所以 B 这根线是不是指向的是你那个房间？你 A 把你这个零里面存的这个房间这个线砍掉了，但是并不代表着这个房间就成垃圾了。它是不是不是垃圾呢？现在，因为 B 还存着它呢吧？是不是 B 的身上还存着这个房间的线呢？对吧？只要 B 存着呢，那就好办了。然后接下来 ，B 被保存到外部之后 ，B 被保存到外部的时候 ，B 是不是拿着这样的一个劳动成果出来的 ？B 说：“哎，你看我身上东西很多，对吧？你 A 刚刚执行完的东西，我可保存着呢。你销毁我没销毁，我留着呢，对吧？啊，留着呢。”然后 B 被带出来，带出来之后 ，B 说在外部执行，那执行按正常执行的顺序来呗。执行之后怎么办？他先生成了一个执行下文，放到自己作用链的最顶端，对吧？然后捋着自己作用链去查找变量，对吧？啊，然后接下来就好玩了。那这个图咱没画啊，咱再说一下，是不是 B 在外部执行的时候，他会生成一个新的作用链？不能说新的哈，他会形成一个新的执行下文，放到自己作用链的最顶端，对吧？然后查找顺序是零一二这么查，对吧？啊，零一二这么查，然后。生成吧，然后在这块生成一个新的执行下文，然后去访问什么呢？访问 A， 访问 AAA 对吧？自己的执行器上下文里面有 AAA 吗？没有对吧？没有的话，是不是忽略了第零位，得找第一位了？找第一位，第一位里面存的是啥？第一位里面存的就是 AAA 一二四吧？是不是 AAA 一二四？然后访问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一二四？所以你看哈，这个从视觉效果上来看，好像 B 被保存到了外部。再去访问原来 A 里面的 AA 好像是不行的，对吧？但是从结果上来看，它是不是能访问？视觉的效果是不是骗人的？有的时候，对吧？这就是 B 包，这个过程就叫做 B 包。B 包你要抽象，后面同学谁低头了？来抬头啊！B 包你要抽象来说啊，抽象来说，就是 B 包抽象来说，形象化来说，找到一个规律，就是你记住一点，但凡是内部的函数被保存到了外部，它一定生成 B 包。听我说，但凡是内部的函数，这是不是内部函数？这是不是通过 return 的方式保存到了外部，对吧？这是形象化来说吧，这种形象它必须生成 B 包，啊，这种情况它必须生成 B 包，因为你看内部的函数一定会保存这个外在函数的一个劳动成果吧，然后保存完之后它还没执行，它直接被扔到了外部，它一扔到外部了不得了，里面这个函数就想是就是里面这个 A 函数。啊，因为 B 函数被保存了外部嘛，这个 A 函数想删除自己的 AO 都删除不了吧？他想砍断那个线，想让那个东西变成垃圾，他都变不了，因为 B 始终攥着呢，对吧？刚才是俩人指向同一个房间，第一个人把钥匙扔了，那不代表那个房间就没主了，第二个人还拿着呢吧？能懂我意思吧？第二个人还拿着呢吧？啊，就是一个这样的环节，能懂我意思吧？咱看几个 B 包的一个小应用啊，小应用，就是做个小例子吧，啊，做个小例子 ，num 等于100。然后呢 num 加加 console.log num b 函数 work 一个 demo 等于 a 执行完，然后 a 执行，哎错了 demo 执行，来吧，现在看一下结果，第一次打印啥，第二次打印啥。第一次打印啥？一百
101，第二次打击大麻雀。第二次打击大麻雀，102，你确定吗？都是101是吧？麻雀呢？坚定吗？坚定答案吗？哎，麻雀，先抽抽左面，左面没给回应，又抽抽右面，右面没搭理他。来，你做一回自己。到底10几？第一次101同意对吧？第二次是啥？102101。哎，你这变得够快，你这，你刚才不是101的吗？我记着呢。101101哈，看一下结果呗。102对吧？哦，102啊，坚定自己嘛，万一对了呢，对吧？啊、哦，万一对了，为啥呀、啊？看哈，咱看第一次哈。哎，不是你们都能。达到101了，怎么第二个还能101？你第一个101不是在100的基础上是加的吗？第二个就不在那基础上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咱整体看一遍啊，整体看一遍，整体看一遍。来，听我说啊，我就不写了，行吗？听我说，能听懂吗？不写了。A， 它产生了它的劳动成果 ，A 的劳动成果是 A 的执行善文连着 GO 对吧？然后 B 在 A 的基础上去定义的，所以 B 拿的是 A 的劳动成果，所以 B 是能访问到这个100这个变量的，对吧？那 B 刚刚被定义的状态拿的是不是就是 A 的完整的劳动成果，对吧 ？A B 被定义的状态拿的是 A 的完整劳动成果吧？是不是死死的绑自己身上？然后 B 每次被执行的时候，都在自己的执行善文上面，是不是形成一个新的 AO 去穿到刚才那个链上？然后执行完之后，把自己新的那个 AO 是不是扔掉，等待下一次被执行？他来回新建和扔掉，新建和扔掉，扔的那是自己的 AO 吧？是不是自己的？始终这个环节 A 的 AO 他给改变了吗？是不是用的始终是那一个？所以第一次他执行 demo 的时候，这干嘛了？第一次执行 demo 就相当于执行的是 B 执行吧 ？B 执行是不是他要拿 num 这个变量去？这个 num 的变量是谁的 AO 上的？是 B 的 AO 上的吗？ A 的。这个 num 是谁生成的 ？A 的 AO 上的吧？是不是 B AO 里面啥也没生成？虽然说有 B 的 AO， 但他啥又没有，对吧？他是不是还找的是 A 的 AO？所以第一次找到 A 的 AO， 把 A 的 AO 里面的东西 ，A 的 AO 里面的东西 ，num 变成啥了？变成101了吧？变成101了。然后是不是执行打印出来？执行完了吧？执行完之后是不是把自己的执行善文给扔了？然而 B 的 AO 你扔不扔根本都没什么用，对吧？咱也没用它，对吧？然后下一次再执行这个东西，是不是在它被定义的基础上再生成一个新的 AO， 穿上那个串儿，对不对？生成一个新的 B 的 AO 吧。但是它执行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新的 B 的 AO 了，但它执行它根本就没上 B 的 AO 里面去找东西 ，B 的 AO 里面啥也没有，它找的还是 A 的 AO 里面那个 num， 所以这回他说，哎，找 num 去，拿 num 是什么？101吧，是不是拿 num 是101？然后说 num 给我加加，这块数变成102了，然后再打印，懂了吗？真懂假懂了？你的表情告诉我你没懂。没懂就没懂，这很正常。我第一遍演啊，那个 A 的 AO， 等会儿 A 被执行完之后 ，A 为什么觉得销毁？因为101怎么看的？哎，听我说啊 ，B 在这是不是在这儿执行的 demo？ 在这儿执行的 B 吧？我跟你讲，在这儿执行 B 的时候，那 A 早就被销毁了 ，A 的 AO 早就被销毁了。咱刚才讲 B 包是什么样的过程？看刚才那个例子啊，同志，这一块啊，同志，不论是这块还是以后的某一块，来后面同学啊，后面同学。开头听课啊，无论是这块还是以后哪一块，你不会你就问啊，不会千万得问，千万别装，说陈哥我会了，干嘛呀？不会就问啊，不会问。也许你一问，你拯救旁边同学，旁边同学都不会，只不过比你演技好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陈哥这个我会啊，那个我懂，比你演技好，你知道？你拯救他们了可能啊。咱讲课上课不就是为了会吗？对吧？不是为了推进进度啊，就为了会啊，一定得说。所以你那个神态，我一瞅能瞅的啊。你陈哥专修过3年的心理学的啊，这点小伎俩别骗我了，好吧啊。来，咱看这儿啊，咱从来这个图，回归这块啊，这个是不是简单的初级的对吧？这个初级的哈，好，咱直接跳到这儿吧，跳到这儿。A 执行和 B 定义是一样的对吧 ？A 执行和 B 定义是一样的，那好哈，然后紧接着 B 被定义完之后 ，B 没有被现场执行吧 ？B 是不是被返回了？
B 被返回完了之后，是不是返回到 demo 里面去了？然后紧接着才是，后面同学能看清吗？紧接着才是这个执行 demo 对吧？可能是有点低哈，没事，我把往上拖一拖，来这个 demo 对吧？紧接着才是这个执行这个 demo， 在执行这个 demo 之前呢，这个 A 函数其实已经被执行完了。A 函数被执行完了，它干了一件什么事儿？说把自己的执行删文销毁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对吧？怎么销毁的？采取的方式是不是砍线、拆线对吧？是不是他要把这根线拆了？他拆了这根线之后，是真没了吗？他的 AO 没了吧？B 是不是还拴着呢？B 说："我拿着呢，你想销毁，等着吧，对吧？我要不销毁，你永远都没不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B 还拿着呢吧？所以下一次 B 在外部执行的时候，他操作的，比如说在外部执行的时候，让 AAA 加加，它是不是变125了？对吧？对吧？然后再说 AAA 加加，是不是它又变126了？它一直攥着人家这个东西呢。这个 A 的 AO 在它身上既不销毁，也不什么其他的变化，对吧？也不新增，既不销毁不新增，就是它一个基础的值，能懂意思吧？它一直拿人当基础的值了，懂意思吧？是不是一个这样的过程？所以那个才能变成，你再看咱们刚才这个例子，是不是这也是 B？B 是不是还拿着 A 的劳动成果呢？然后 B 被保存到外部了吧？A， 你随便剪你那根线去，剪了之后没关系，我攥着呢，对吧 ？B 说："我攥着你的劳动成果了，我现在身上有你 A 的 AO，A 的 AO 里面是不是存着 NAM 值？然后第一次我 B 执行让 NAM 值加加，是不是加的 A 的 AO 里面那个东西？然后我 B 执行完了，销毁我 B 的 AO， 跟你 A 的 AO 没关系，你在那等着挂着去吧，是不是这回事？对吧？我每一个函数执行都是生成一个自己的 AO， 执行完销毁自己的 AO， 对吧？它不销毁别人的 AO。"由于 B 刚刚定义的时候，它就保存了 A 的劳动成果，它保存那个劳动成果就是它永远都会带在身上那个东西了，能懂我意思吧？就像 A 保存的是谁的劳动成果？保存的是全局的劳动成果吧？所以 A 最次最次就是回归到被定义的状态嘛，被定义状态就是拿着 GO 死死不放嘛，对是吧？所以 B 也是 B 刚刚被 B 在 A 里面被定义的，所以 B 就是拿着 A 的劳动成果死死不放，对吧？就是这回事，这块能懂吗？啊，你说。那个 A 执行完事儿是在哪处执行完的？是在。在这儿，在光标这块儿，把 B return 出去之后 ，A 算执行完了。把 B return 出去，就是把这个 B 都已经扔回去，确认扔到 demo 里面去了。A 说："我执行完了。"那 A 那个 AO 就没了。A 的 AO 就没了，不是说 A 的 AO 被扯碎了、揉烂了。是 A 对 A 把自己 AO 那根线给光囊剪断了，但是他剪断了没关系，他剪断了人家这儿还 B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？ B 已经自由了吧？ B 到全局里面去了，然后 B 还拿着 A 的 AO 呢，你 A 把你这根线剪断了， B 说没关系，剪你的吧，我留着呢。那 B 执行完了， B 执行完你看啊什么保存到 B 是 A 执行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原来 A 是124，然后就是你保存到 B 里面125。保存到 B 里面125。它的里面的函数有没有被执行 ？B 函数有没有执行？保存的时候 B 函数啊，这个函数，这个是函数的引用，这个 B 是不是指代的是函数引用？把引用给抛出来，就是把地址给抛出来了。没被执行，没被执行，在执行的时候是这儿被执行了 ，demo 被执行了 ，demo 就是现在和 B 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，能懂我意思吧？这 demo 执行相当于 B 执行。然后你刚才说啥？那个 B 出来的时候 ，A 不是已经把他的 AO 销毁了吗？对。那 B 执行完了 ，B 也把他的 AO 销毁了。B 销毁的谁的 AO？ B 的 AO。B 的 AO 啊。对，那上面那图 B 的 AO 不就是对啊 AO 啊？谁说的？这是 B 刚刚被定义的状态。B 的 AO 下面是 A。这是定义的状态，还没执行呢。B 一旦被执行，它生成一个新的执行删文，添到自己作用链最顶端，然后销毁的是最顶端那个，对吧？就这两个被永远当成基础来用了。那就相当于 B 的借物。B 的你不能那么说，不能那么说，但是可以那么理解，对，可以那么理解，不能那么说。永远都消，永远都在他身上赖，因为最次就回归到一个函数被定义的状态嘛，对吧？而且 B 被直接给抛到了全局范围内吧，抛到全局就更不可能没了，
永远赖那儿了，对吧？永远赖那儿。嗯。有地方接收啊，这不在这儿呢吗 ？demo 吗？对啊，把 b 扔给 demo 了，就是函数的引用是一个引用值，引用值咱们讲过赋值顺序吧？直接把地址给你扔过去了，对吧？啊，扔的是地址，所以 demo 和 b 指向的是同一个房间了。自此之后没有 b 就有 demo 了，他俩一个人，一个人，这块能懂吗？这块是不是没问题？你俩没问题？有问题提一提。你得告诉我 C 在哪儿啊，孩子。上一道题，哎，你跳跃性太强了，我天。上一道题，啊 ，C 在 B 里面。C 在 B 里面。对。C 在他用是 B O 和 A O。对啊，他。B 销毁的是 B 的 A O，A 的 A O 不存在吗？那 C 用的是。你们说到底是啥问题？你们派个代表把问题问清楚了，派个代表问题问清楚了。就是 B 销毁的时候 ，B 销毁的是此时他自己的 A O。嗯。但他用的还是之前的那个 A O， 就是 A 的 A O 被保存出来了。对对对 ，A 的。那 C 要用的时候，别用的是保存下来 A 的那个 A O， 它是执行完。不是，你们到底是问问题还是回答问题？就是啊，我现在写的对不对？我现在写的对不对？是不是你想要的写法？对，因为 C 编译的时候，编译的时候它用的那个 A 哦，嗯，它编译的时候 B 是被销毁。它定义的时候必须得是在 B 执行的时候，就是。一个函，你看 C 在 B 里面，要想让程序读到有 C 这个函数，必须得是 B 执行才行。B 执行的时候，它会产生一个 B 的执行器上下文的一个链儿吧，顶端是 B 的 A O， 然后是 A 的 A O， 然后是 G O， 对吧？那 C 就会踩着 B 的肩膀上去建立它自己的东西。那 C 刚刚被定义的时候，就拿的是 B 的 A O， 连着 A 的 A O， 连着 G 的 A O， 连着 G O， OK 吗？都有 C B 函数整体被执行完了之后它才销毁自己的 AO， 就是这样。来，你问的不是 B 包的事儿哈，我听明白，我终于听明白，问的不是 B 包的事儿哈。你还是刚才那块儿，我记住了，你还是刚才那块儿没听懂对吧？我就说那时候神态有点木讷，我还以为你天生长得就那样，后来理解不是。来吧，看这儿啊，看这儿。来吧啊，首先 A 定义对吧 ？A 定义，A define 呢？我天，我还要重写一遍是吗？行，来，里面 A 定义里面存的是啥？是不是 G O 对吧？一个 G O 吧，然后 A 是不是执行？执行里面存的是 A 的 A O， 生成一个 A 的 A O 对吧？然后放到自动栅最顶端对吧？然后是不是下面把这个位顶下去？顶下之后变成第一位对吧？是 G O 对吧？这块同不同意？王旭？是不是啥？是不是？你得告诉我你问的是不是啥呀？不对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时候算 A 执行完对吧？然后 A 执行完之后什么东西销毁对吧？对，你先看啊，执行顺序是怎么执行的？是不是一行行读？咱忽略那个预编译往上提升的环节啊，就算它一行行读了行吗？一行行读的话，是不是先读这行，然后再读这行？啊，先读第一行，然后再读函数 B 的定义对吧？然后是不是才 B 的执行？这三行全部读完并执行完之后才算 A 的执行完，对劲儿吧？ A 里面就三条语句，执行完不就完事了吗？但是前两句好说，第一句定义完了那就定义完了，
第二句定义完也就定义完了，但第三句它是一个复合语句啊。什么叫函数执行？函数执行它是写了一个调用执行语句，好像就一句话似的，其实它要把 B 里面的每一句话挨排执行完才算这一句调用完了，对劲儿吧？能弄我说的吗？就是这个 B 执行要把 B 里面的语句挨条捋完了之后才算这个 B 执行完的东西，对吧？然后 B 在捋它每一条语句的时候，执行第一句然后没问题，执行第二句定义第二句也没问题，执行第三句了，第三句它也是个定义语句，它没有那么轻易的被执行完，对吧？它得等到什么呢？等到 C 里面这个第一句执行完它才算执行完，对吧？这里面的东西执行完了，好，这个 C 执行才算真正的被执行完了。然后 C 执行是不是 B 的最后一条语句？ B 的最后一条语句都被执行完了，说明 B 函数被执行完了，对吧？ B 函数被执行完了，说明这个语句 B 执行这个语句，也说 A 的最后一条语句被执行完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 A 的最后一条语句被执行完了之后，就宣告着 A 函数被执行完了，能懂意思吧？它的执行完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顺序，能懂意思吧？销毁啊，销毁是，你看啊，每一个函数的执行完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函数产生的执行栅栏被销毁，对吧？这个函数 C， 你看啊，这句非常有意思啊，这叫 C 的执行语句，对吧？ C 的调用语句，对吧？这个调用语句它就分两个环节，刚刚被调用的时候是这个函数的执行，这个调用语句执行完了，说明这个函数执行完了，对吧？所以它调用的时候，首先形成 C 形成一个自己的执行栅栏，放到自己最重要的最顶端，对吧？然后当 C 执行完的时候，是不是 C 先销毁自己的执行栅栏？ C 销毁自己的执行栅栏，也说 C 执行完了，也就宣告着是不是 B 函数执行完了？ B 函数执行完，是不是 B 函数在销毁自己的执行栅栏？然后再宣告着 A 函数执行完吗？ A 函数执行完，是不是 A 函数销毁自己的执行栅栏？对呀、啊、，C 先销毁，因为 C 先哪个先被执行完，哪个先被销毁？销毁和执行完是一个概念。刚才那 B 包是吗？好，没事，就喜欢这种好问的。要勇于问问题，对吧？你们问题在拯救你的同胞们，就是一种伟大而高尚的事业，对吧？没准你问多了，脑袋上加光环的那种天使那种，对吧？闪闪发光那种。对，问多了加翅膀，这个维密问题天使。来，咱看这个过程啊，这个最后 A 执行完的标志是把这个 B return 出去，对吧？他是先把 B return 出去 ，return 完了 ，return 的死死的了，就把你扔出去了，对吧？扔出去之后 A 一看确认了，好，扔的死死的了，那我就是执行完了。就是等到这条语句，你看 A 这整体里面没有 B 函数的执行啊，它的最后一条语句是 return B， 把 B 的引用扔出去抛出去，它抛完了之后 A 宣告着执行完，销毁自己的执行栅栏。对， A 先销毁。输出 B 啊，就不 return B 了。对，执行 B 的话 ，B 先销毁，然后 B 销毁完之后 ，A 销毁。那你就明白了，那你问的问题跟 B 包没关系也。第二次用的时候还是，第二次用的时候102。101加102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你 B 在这里面执行的话，它也生成不了 B 包啊，它就被销毁了嘛。但如果你要是返回这个 B 的话，这个 B 被返回出来了，也就是说现在 A 销毁的时候 B 还没执行呢， B 还没执行呢，但是 B 已经拿到了 A 的执行器上下文，那个 A 的 AO 了，以后它就可以随便霍霍了，对吧？它执行一次在上面加点东西，执行一次在上面加点东西，反正也不是它的，随便改，对吧？ OK， 这过程明白了吧？这是 B 包生成的整体过程啊，然后咱说说 B 包的危害及其应用吧。
先说一个 B 包的现象。 B 包现象是当内部函数被保存到外部时将生成一个 B 包，这个能理解吧？啊，然后呢 B 包会导致一个东西叫作用域链不释放。啥叫作用域链不释放？本来人家 A 人想好心，我执行完了把我东西给剪断得了呗。 B 被扔出来之后， B 拿着 A 的劳动成果来， B 说了你剪了也白扯，我拿着呢，对吧？啊，我拿着呢。也就是说它会造成什么？它会造成生成的作用域链整体一个链。比如说你 B 包你生成的这个链式结构越往里，比如说你好几层之后再保存出来的东西，那就更可怕了，对吧？那就更可怕。它会导致原有的作用域链该释放的时候不释放吧。那该释放不释放是不是占空间呢？对吧？你要是 B 包你有意做的还好，你要是无意做的话是不是很占内存空间？所以咱们管这个过程叫做内存泄露。就 B 包不好的一点，有好有不好，当然讲它也是为了应用，也是为了防治哈。 B 包它会导致原有作用域链不释放，是这句话没问题啊？导致不释放，不释放之后会造成内存泄露。学校老师给你讲过内存泄露的事吗？啊，讲内存泄露了吧？是不是这个词儿经常提？他能给你们解释过吗？理解这词儿吗？没解释泄露，但是说过这个词儿对吧？说哎呀，这个内存泄露了对吧？不好。老师为什么不好？因为内存泄露了。对吧？老师一般这么解释问题啊。这个内存泄露吧，当时我们也纠结很半天，我就问我同事，我说哪个二货起这个名字，对吧？这多不好理解，我理解半天没理解上去，什么叫内存泄露啊？正常来说就内存占用了嘛，占用和泄露有什么关系呢？后来我好好的研究了一下，我同事也不明白，同事说那你就记住得了呗。我说呸，对吧？我说我记住我还用问你吗？那后来我理解了一下，我说这个词儿吧，这个后来研究一下它英文形式哈，英文形式不给你念了，你也记不住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个东西吧，就像比如说啊，咱举个小例子，每次跟他们这么说，比如说你手里咣当捧起来一捧沙子，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，邓哥啊，你们邓哥有一天，邓哥有一天上黄土高坡，对吧？捧了一捧沙子，对他媳妇儿说，感情吧就像沙子一样，攥得越紧呢，流失的越快，所以请允许我找二嫂三嫂，好不好？你不能这么看着我啊。然后咱关注这个手里的沙子哈，你邓哥咣当捧起来一捧沙子，对吧？手还比较小。你邓哥呢越钻这沙子越少，是不是流失越快，对吧？咱不看流失那个东西啊，沙子肯定会流失的，你看手里剩的这个沙子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少了？对，是不是剩的沙子是变得越来越少了，对吧？这个内存被占用和这个剩的沙子是一样的道理，你内存被占用的越多，剩的内存是不是越少？你剩的少，它就解释成了像内存泄露一样，它只是说像内存泄露了一样，能懂我意思吧？它是反向理解的，你泄露的多了不就剩的少了吗？那换句话说你占用的多了是不是剩的也少了？这是内存泄露的意思啊，不是说什么这个哪个黑客攻进来了把你东西给泄露，跟他没关系啊，跟他没关系。是这么理解的，有的时候这词儿挺缺德，对吧？就像为什么计算机的异步和同步和咱们生活中非得是反着的，难以理解哈。来吧，咱看 B 包的作用哈。这个东西吧，咱讲，其实 B 包这个东西吧，它确实是有用。原来我们在公司里，我们做这个搜索模块的时候，模块上开发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写的东西全是 B 包，基于一个大的 B 包去写。这样的话会导致，就是它能解决很多问题啊。解决的问题咱们往后慢慢再说。但是它有危害，过多的 B 包会导致内存泄露，确实会导致非常慢加载的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些咱们无意间触发的这个 B 包，这个伤害是最大的。就有意的触发了吧，你可以有意的去避免。有时候无意的你在编程的时候，你会时不时的把一个函数里面的函数给保存到外部，而你没有察觉到。你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，你会造成一个非常 happy 的结局。一会儿咱看一下啊，那个被誉为 B 包最恶心的一个问题啊。看这儿啊，咱先看应用。用 B 包可以实现公有变量，但这个词吧起的有点高大上了，其实啊没有那么难啊。就什么呢 ？B 包咱可以实现一个累加器，比如这个东西叫 add， 然后里面呢定一个 quant 等于零，然后啊在里面再来一个什么 demo 什么的，它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然后访问 quant， 最后把这个 demo 返回，然后呢让外面这个 my quant， 外面起个名叫 quanter 吧，查数人等于 add。然后每次你调用这个 counter 的时候，它都会查这个数，从零开始查，从零开始查，你调几次它都会查几次，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，就利用 B 包。比如说啊，你看啊，在 add 里面我们是不是定一个变量，对吧？在 add 里面定一个变量，
然后呢，利用这个 demo 把这个 demo 返回出来，让这个 demo 保存这个 add 劳动成果。自此之后，它是不是对这个 content 就随便用了，在这个基础上无限的累加，对吧？这种累加器就是拿 B 包来实现的。就你在外部，你看在外部这个 counter，你调用一次，它就会在原有基础上加一个；调用一次，会在原有上加一个，对吧？所以会实现你调用多少次，它就会加多少次，明白我意思吧？啊，调用多少次会加多少次，啊，这是一个小的应用。当然说能不能不这么做，你当然也可以了，啊，当然也可以。只不过这么做的话更加模块化吧？是不是每一个方法的执行，它就相当于累加一次，方法的执行相当于累加一次，这样的话更加结构化，看起来更好吧？这就是拿 B 包做的一个小应用，是不是？刚才咱都讲过这个，这没啥难理解的吧 ？OK 不？好，再看第二个，可以做缓存。哎呀，这个缓存你们懂啥意思吗？什么叫缓存呢？或者说什么叫存储结构啊？就是哎，对，暂时能当一个存储结构来用，对吧？啊，暂时能当一个存储来用。就比如说，缓存就是一种存储结构，只不过它是这个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存储结构。你用的时候去拿，对吧？用的时候去拿就完事了。就是无论你删减，都删减那个框里面的东西，它就是一个存储结构啊。就是 B 包可以当一个存储结构，这个缓存啊，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存储结构是外部不可见的，但是它确实有存储结构，我想表达是这意思啊。然后呢，这块有个非常好玩的一点，就是在这里面我要写两个函数。比如说现在我问大家问题吧，比如我在这里面我写了一个 A 函数，然后呢写了一个 B 函数，看好啊，同学们，写了一个 A 函数，写了一个 B 函数，然后哈，我在这个 test 里面定一个变量，定一个 num 等于100，然后呢，让 A 函数加加，让 B 函数啊减减，来，现在我说一下，虽然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能把 A 和 B 完全都一起保存出来，但假如说我把 A 和 B 一起保存出来的话，并且有人接收它俩，你说它形不形成 B 包？形不形成 B 包？别假如说它真就能一起保存出来哈，比如说我给它放到数组里面，这保存出来了，我把它放数组里了，我在外部我拿一个数组来接收它 myarr 等于这个 test 的执行，这个 myarr 就是个数组，数组的第零位是不是一个函数 A， 数组的第一位是不是一个函数 B？ 答案结果是啥呀？形成 B 包吗？形成 B 包吗？叫啥？101和99是吗？这也不能差俩数出去啊，不就一个加加一个减减吗？来听我说，这个方括号是数组，数组的第一位放的是函数 A， 数组第二位放的函数 B， 我现在把函数 A 和函数 B 同时给你返回出去了，然后外部拿一个数组，拿一个 myarr 接收，这个 myarr 就是这个数组里面有 a 和 b 这个数组，然后这个 myarr 第零位就是这个函数 a，myarr 第一位就是函数 b， 然后想让函数 a 执行，再让函数 b 执行，就这意思。有不同答案吗？有其他答案吗？有没有101.99的？101.99。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，不着急得答案啊，好好考虑考虑。其实你要考虑的点是啥？你要考虑的点是 A 和 test 的形成的 B 包和 B 和 test 的形成那个 B 包，共用的是不是一个 test 的 AO？如果共用的是一个他的 AO 的话，那他改他的一定也跟着改，对吧？如果不是的话，就各改各的呗。是不是一个？
是一个同学，为啥是一个？你连线都连吗？对劲儿啊！说的对，真说的对，连线是不是就那么连的？你这里一个 test 里面，你放 a b c d e f g， 你放很多函数，它们连的线还都是一个 test 的劳动成果呀，对吧？你看，它就相当于一个 test， 相当于一个父亲 ，a 大儿子 ，b 是小儿子，他俩拿到的财富不是一个爹的吗？必须是一个爹的，对吧？是不是他俩保存？你看 A 在出生的时候看到的环境是不是 test 给的 ？B 在出生的时候看到环境是不是也是 test 给的？所以看到就是一个环境嘛，对吧？所以说就是一个吧。所以 A 被保存出来之后，他身上有一个被定义的状态是 test 的 AO 连着 GO， 对吧 ？B 被保存出来的时候，他身上有个状态被定义的状态是 test 的 AO 连着 GO， 对吧？他俩那个 test 的 AO 连着 GO 是一个人，完全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他俩。在 A， 也就是说 A 和 test 形成一个 B 包， B 和 test 是不是也形成一个 B 包，对吧？但是 A 在用 test 的 AO 的时候，是不是在它的基础上去改了数了？改完之后 B 再用，是不是在它基础上，在它改完的基础上去用了，对吧？所以第一次改的是啥？加加吧。第二次是不是减减？对吧？所以101和100吧，是不是必然是这样，对吧？说明它俩共用的是一个人吧，是不是一对二的 B 包，对吧？一对二的 B 包吧，就是一个爹大儿子和二儿子关系，对吧？是这样的东西。B 调用的，对 ，test AO，test。哎 ，A 和 B 是并集，你看清楚啊 ，A 和 B 是并集啊，是并列的啊。你说。如果是并集的话，那 A 出来的时候看到的。哎，你是广东人吗？是吗？啊，广西的，口音比较像，你继续吧。A 和 B 出生的时候，看到的环境不应该是 test 的 AO。对对对。那就应该都是100。哦，都是100。你看，但是有一个执行顺序啊，他俩是拿的都是 test 的 AO， 拿的是 test 的 AO 的一个人，对吧？但是有一个顺序是人家 A 先执行了，是不是 A 先执行嘛 ？A 的执行结果是让 Nam 加加。让 test 的 AO 里面的 num 加加变成101，并且输出。那他们两个并列结构跟B 在 A 里面有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。那都是先 A 执行，然后 B 的执行。嗯？就执行顺序。执行顺序。如果 B 在 A 里面的话，不也是先执行了 A， 然后再执行？如果 B 在 A 里面 ，B 在 A 里面的话，咱就不能这么往出返回东西了。B 在 A 里面好多东西都变了。B 在 A 里面的话，咱不用这么 ，B 在 A 里面你这块也访问不到 B 啊，你就只能访问你就只能返回 A 了，你就只能返回 A 了。然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呢。你这样，你先搞清楚刚才这个 B 和 A 并集的情况，能理解吗？这个情况能理解对吧？然后现在假设 B 在 A 里面发生什么情况对吧？没有，我就想问，B 跟 A 是并集的情况，还有 B 在 A 里面的情况都那个 B 调用的 AO 都是 A 执行之后的 AO 是吗？不是，不是。B 在 A 里面，它能拿到 A 的 AO。B 和 A 是并集的话，它拿不到 A 的 AO。它拿不到 A 的 AO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等会儿啊。来，我给你看，这是不是 A 定义对吧 ？A 定义 ，A define， 然后这里面 A scrub， 它存的是啥 ？D 零位里面存的是啥 ？test 的 AO 吧，然后第一位呢 ？GO 吧，然后这个是不是 B 定义 ？B define 呢？其实后面都是一样的。改成 B， 后面是一样的。这是 A 和 B 被定义的状态，然后 A 和 B 是不是被同时保存出来了？保存出了外部吧？是不是 myAR0 代表 A，myAR1 代表 B， 然后这个被执行的话，是不是 A 被 doing？A 被 doing 的话什么样 ？A 的 scrub 第零位是啥 ？A 的 AO 吧？然后后面的位呢？test 的 AO 吧，
我把它往后。它是不是应该这样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再执行的话，这是 B 的了。B 对应 B 的，这是 B 的，它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吧？所以 B 也用不了 A 的 AO，A 也用不了 B 的 BO， 它俩没关系，兄弟结构是没关系的。啊？对啊，一位是 test 的 AO， 嗯，一位跟一位是在那个 A 改了 A 运行之后改过的一个 test 的 AO。 啊，对对对对，这句话写的标准点，叫 A 运行后改过的，也就是说他俩，也就是说他俩是一样的，他俩是一个人，他俩是一个人，也就是说。只不过他先用完了之后，他把这个 test AO 发生点改变，这个在原有的，在他改变的基础上去操作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说这么乱都能知道，我的天！对对对对，他说的对，他说的对，就是 A 和 B， 他同时 A 和 B 他同时拿着这个 test 的 AO， 但是 A 把 test 的 AO 改了之后 ，B 就自己在他改完基础上去做操作了，因为他俩保存的是同一个房间里的东西嘛，这个能懂意思吧？就好比我和你邓哥都拿着你邓哥家钥匙。你邓哥先开门，把这个把这个王小把邓小宝送进去，然后我把邓小宝拿走，对吧？我把邓小宝拿走完之后，是不是就一样的，对吧？他送进去之后，然后他走了，我一开门，是不是邓小宝在那里头，对吧？对吧？很形象嘛，对吧？就这意思，对吧？对吧 ？OK 吧？啊，没问题啊。行，这例子啊，然后接下来再看这个。其实刚才讲那个只是为了给第二条做个小铺垫哈，就是可以做缓存。其实刚才那个东西是不是也叫缓存呢？对吧？那东西叫缓存吧，就是一样了。现在咱真实的拿一个缓存来做哈，就是现在呢，我定一个Ether 里面有 food， 这个 food 一开始是空的，然后呢，现在有两个人，这里面我定义两个人哈，别的了，这样吧，我定义一个人吧 ，object 里面有一个。就这么写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哈。函数里面是对象里面是可以有函数的，就一个对象里面是可以有方法的，这个方法也是一种函数，只不过定义方法不一样哈。就是说一个对象里面可以有属性，可以有方法，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函数的另一种表示形式，能懂意思吧？来，这么表示 ，it 里面有一个 function 呢叫 console.log， 叫 I am eating， 加上 food。然后这个时候他让 food 清空，然后呢他还有一个 push 方法， push 方法就是往里面加食物的，叫 my food， 这块写着 push 完之后呢，就是 food 等于 my food， 就这也是一个函数啊，只不过函数另一种表示方式，你就凑合看吧，这样啊，这个对象，哪个点？哪这个点啊？下面逗号吗？就是，加内容，加到下，就是一个对象。我之前不写过对象吗？我说写过吗？我说不写过基本对象，忘了。我写的邓哥来着，邓哥，然后 father， 刘大爷对吧？刘大爷什么的，然后这个什么什么 son 什么的对吧？我说这么写过对吧？这对象的不同属性嘛，对吧？对象可以有属性，也可以有方法。方法就是对象的什么什么 function， 是这样的 ，OK 吧？啊，方法就是这样来写，就是我写成一个对象更形象一点，咱就不用说比如什么了，对吧？直接这么写就 OK 了。这是一个对象，然后对象呢，就对象这两个方法都是操作这个 food 的。第一个方法是 eat 方法，第二个是 push 啊，第二是 push。
然后呢，我把这个 OB 接给你反，其实就像数组一样，其实就是一个数组的东西吧，就是一个数组，另一种形式的数组啊。我把这个 OB 接返回了，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两个函数一起返回了？那这两个函数是不是跟这个父的也形成 B 包了？是不是他俩操作的是同一个父的？是不是他俩操作是同一个父的？就是刚才那一样的吧，操作是同一个父的。那在外部，比如说现在我来一个 iter 一等于这个 iter， 再来一个 iter 二等于这个 iter， 啊，别错了啊 ，iter 一等于这个 iter 吧。然后现在我 iter 一是不是相当于这个 ob 接？我 iter 一点 it 是不是它会 console log m 一清什么什么东西，然后让 food 变空？但是 food 现在已经是空的了吧？咱没必要先执行这个，咱先执行什么？先 iter 一点 push 吧 ，push 一个 banana， 然后呢，是不是里面这个 food 就有这个 banana 了，对吧？然后现在 iter 一点 eat 是不是这个方法？但这个方法和这个方法是不是都和这个 iter 形成一个 b 包？它俩操作都是同一个 food 吧，对吧？所以现在你 iter 的话，是不是它能打印出来这个东西 m eating banana， 对吧？而这个函数，这个 iter 里面的这个 food， 它是不是相当于一个隐式的存储结构一样，对吧？虽然说没表现出来，但是它始终当一个存储结构来用的吧，对吧？对吧？啊，这就是缓存的一个应用啊。就是咱先混个眼熟哈，咱这个 b 包具体高级应用都在后面，咱先看看这东西到底能怎么用，对吧？啊，到底怎么支持，就是看它怎么用，也是为了咱们深入了解这个东西的啊，深入了解这个东西，先熟悉啊，先熟悉。这个实现私有化，这是一个高级应用，但是咱们现在讲不了，咱必须讲完对象之后才来讲啊。提醒我啊，讲完对象之后，咱晚上就讲对象啊，讲完它之后提醒我啊。然后模块化开发防止污染全局变量，这个是后期的课啊，这是大概三堂课之后咱讲这个啊，到时候都会讲的啊。这个 B 包听着，这个 B 包啊，必须得会用哈、啊，必须得会用。那现在哈、啊，现在咱们我看。咱们轻松一下，轻松一下，咱把 B 包先放到一边，但是一定得记住啊，还没完事呢，还没完事，放到一边哈、啊。轻松一下，讲点其他的东西，换换知识点。陈哥，为啥这么快换知识点了？讲完了吗？因为不换知识点，没法往下讲了，知道吧？就是用心，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用新的知识点，咱们要解决 B 包的问题了啊。就说这都是连套的哈，你不能忘东西，知道吧？连套的哈。接下来这个知识点呢，叫立即执行函数，函数的一种形式叫立即执行函数。这个立即执行函数非常有意思啊。比如说，现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如果我在全局的范围内定义一个函数，再定义一个函数，那这两个函数，除非等到我 JavaScript 执行完，否则是不是这两个函数永远都不得释放？对吧？是永远都被等待被执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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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不是占空间？除非你 JavaScript 执行完了，对吧？否则它就占空间嘛。对啊，有的时候吧，这些函数咱不想要这么多空间被占用，因为会浪费效率。这为啥说不希望这么多函数被占用呢？因为有些函数啊，你说什么？这写函数不就为了以后用的吗？不是，有些函数就是咱功能一般都定到函数里面，对吧？为了显得模块化。但有些函数它从出生到它最后被执行完，它就只被执行了一次。这种函数，比如说啊，让你求一个非常复杂的数，比如说呢。比如说你要编一个程，这个编程里面啊需要求一个数十的阶乘，一百的阶乘吧，需要求一个数一百的阶乘。你把这个数求完之后，以便于后续的去使用。但是你求这个数的过程，是不是用函数来写？你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，你再也不会用了。你把那个数保存完出来之后，你就用完那个数就完事了。就你一百阶乘求完之后，你用那数以后操作那数了，你就不需要那个过程了，能懂意思吧？这种函数比比皆是，到处都有。所以这种函数呢，咱们一般情况下就不想定义成这种样子的函数，因为你写着之后，比如说这里面，啊，比如此处省略十万行代码，对吧？行代码，但是呢，此处只被执行一次，浪不浪费空间？浪费空间吧，只被执行一次。那咱们想让这个东西你执行完，你就拉倒吧，你就放弃吧，就你就销毁吧，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一种形式呢？可以，啊，可以。但在销毁之前，我先说一下，凡是这种。只被执行一次，或者说咱们只想要它执行一次，然后或者说只想要它执行一次之后处理完那个数据返回结果，就是无论如何这个函数只执行一次的话，这种函数咱们管的叫初始化函数，或者叫初始化功能，就是针对初始化功能的函数，能懂我意思吧？
这种叫数据初始化嘛。比如说现在我在编程之前，我要把你这个数全配齐它，这数怎么计算呢？那你得拿函数来算的，对吧？但你算完之后，你这函数卸磨杀驴，我就不想用你了，对吧？不想用你，那我又不想占空间，怎么办？用立即执行函数。这个立即执行函数好处就是，它执行完就会把这个函数立即释放，形式是这样的。是吧？现在看一下形式啊。首先先写一对括号，然后在里面呢写一个匿名函数，就是名字这个函数你都不用起名，能懂意思吧？啊，不用起名。一会儿大家讲为啥不用起名，写一个匿名函数，然后完事了吗？没有，在匿名函数的最后加一对小括号，这个就叫做立即执行函数。有什么好处？立即执行函数就是执行完之后它就会被销毁，但是它会被执行的。比如现在有个 a 等于 b 等于12234 console.log a 加上 b。console 到 a 加上 b 保存刷新，是不是打出375了？但是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，你就再也找不到它了，啊，你就再也找不到。生哥说，所以说生哥，你现在这么写完，我没找不着啊，因为你都没给它起名，对吧？我就给它起个名 a b c 哈，就起了，行吧？起完名之后刷新，再找 a b c 有吗？告诉你 a b c is not found， 是不是没了？这个函数只被执行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存在了，能懂意思吧？执行完就被销毁，能懂意思吧？这是听我说，这是唯一一个 JavaScript 给咱们提供的唯一一个东西能立即销毁函数的东西，就是立即执行函数。其他函数你都不能手动销毁，能懂我意思吧？这个是可以的啊，这是可以的。立即执行函数，它的形式就是这样的。立即执行函数和这个函数有什么区别呢？除了执行完就被释放以外，听我说，没有任何区别。它的区别只是执行完就被释放，除了形式上啊，执行完就被释放，剩下的没有任何区别。函数有的东西，立即执行函数都能有。函数有参数吧？立即执行函数有没有？也可以有。这个括号里面就可以写形参 ，a b c， 在这里面就传13，在哪传？在这儿传啊，在这里面传13，一俩仨。然后在这里面你可以打印 a 加上 b 加上 c 乘二，什么都行，是不是最后就得9了，对吧？啊 ，a 加 b 乘二。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它可以有参数，那是再过分哪儿能不能有返回值？你猜能不能有返回值？立即执行函数啊，执行完就立马被销毁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即便这样，依然可以有返回值。即便这样哈，依然有返回值啊。就现在，对吧？你要说函数没有返回值，要你这函数有什么用啊？对吧？要的就是返回值呢，对吧？你处理完了，你处理完，处理完了，对吧？数都算完，你不给我返回，有屁用啊？你用完你还销毁了，对吧？现在比如说定一个 c， 定一个 d 等于 a 加 b 加 c， 然后什么乘二，什么什么什么减三什么的，经历一系列复杂操作，然后最后把这个 d 给返回。然后呢，你返回打哪儿接收它呀？哎，打外面接收的，外面写哪儿呢？你就写到它前面就好了。你就写到它前面就好了，这样的话它会执行到这的时候立马执行这个东西，执行完之后直接把结果就抛到它自己那个位置上，然后让 num 接收就完事了。最后这个 num 就是它的返回值，保存来 num 是不是就是 7， 反正经历一系列计算就这样就完事了。这是立即执行函数，就是一般立即执行函数除非是那种初始化页面的，给这个改个颜色，改个什么颜色不需要返回值以外，只要初始化数据的你必须都得这么写，你必须把数据给扔回来，能懂意思吧？啊，得扔回来啊。然后立即执行函数有没有执行器上下文？它内部可不可以经历预编译？有啊，必须有。它是函数，函数就必须有，能懂意思吧？这是必须有的啊。它有函数一系列有的东西，只不过它有点特殊，就是它执行完了就对吧？它执行完了就也是剪线，不是给它撕碎揉烂了，也是剪线哈。就是它执行完了之后，因为你看它执行完了之后你也找不到它了，它连名字都没有，你有起名也白扯，能懂意思吧？起名白扯就删了啊。这是立即执行函数，没问题吧？啊，这是立即执行函数一个应用哈，但是它的应用有很多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我不想讲到这完事了，咱深入点讲，听我说，咱深入点讲啊，咱把这个东西讲碎它啊，讲的不是讲的稀碎那种，就是把这个知识点给讲成沫哈，讲成沫再细一点哈。这个立即执行函数一般情况下，这个无论书里面、教材里面，还是各种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什么宝典里面啊，都讲到这儿拉倒了哈。但不行哈，我认为还不行，还差很多。这个立即执行函数吧，说的是一个，听说立即执行函数说是一个正常的语法，
但是我们探究到最后发现这个东西吧，它不是 JavaScript 特意给它做出来的，是人们特意后来发现的。就是这个语法它像那个浮动一样，那个浮动一开始人也不是说造出来就为了浮动的，人就为了一个文字环绕图片效果，他们后来瞎鼓就给试出来的，对吧？这个例行函数其实也是，人家不是明文规定的语法，只不过它利用了一个小括号的一个怎么说呢，一个特点吧，一个性质，对吧？其实它是这样的，看好啊，咱们例行函数嘛，官方给出了两种例行函数的一个写法。第一种写法就是这么来写，就是刚才我写的。第二种官方给出来写法呢是这么来写，这都叫例行函数，而且都能完成相应的任务。那一好还是二好呢？官方给出的答案是 W3C 啊 ，W3C 组织给出答案是建议第一种啊，建议使用第一种。但是不管第一种、第二种啊，我都给你好好讲一讲，我再给你讲出来第三种到第五种啊。这块咱就放开讲啊，让你拓展一下，就是咱底层吧，你挖的越深，地基打越牢，你上层建筑越稳固哈。现在写一个东西，这叫啥？不，这叫什么？标准的说法叫啥？一定得分清楚，这叫什么？函数什么呢？函数声明，一切定义的函数都叫函数定义，对吧？又叫函数声明。函数定义里面分两种，是不是一种叫函数声明？还有呢，函数表达式，对吧？咱就先看函数声明。记住啊，函数声明和函数表达式那是两个东西，虽然说它都能定义函数，能懂是吧？一定是俩东西。那现在问大家个问题啊，我这朋友给我发微信说，今天外面连出租车都没有，给我发还解决不了问题啊，也没神通广大那种程度，对吧？这叫滴滴嘛，对吧？行了，这样。我后面加括号能执行吗？哎，问大家问题啊， test 我单写 test 代表啥？函数引用吧，函数引用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函数？咱们正常执行的是怎么执行的？正常执行不就是在函数引用后面加一堆括号它就执行了吗？对吧？就告诉系统，哎，这个函数啊会执行的，对吧？那现在我这个函数声明是不是跟函数引用长得一模一样？那我在后面加一堆括号应该也差不多啊，能执行吗？能执行吗？保存刷新一下啊，告诉你报错，而且这个错误还是一个非常，怎么说呢，在系统认为是一个非常低端的错误，它告诉你 syntax error 叫语法解析错误，它扫一遍之后就觉得都，系统告诉你了，说我都没细的给你执行你就报错了，是这意思，说错的不能再错了，懂我意思吧？啊，错的不能再错了，说不行，哎，这是一种情况不行，这样就可以，凭啥呀？啊，先记住一句话，我先给你写着，记住一句话啊，叫只有表达式才能被执行符号执行，叫只有表达式才能被执行符号执行。啊，陈哥，这不能被执行吗 ？Test 不是被执行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 test 就和一二三这么单独写，二三四这么单独写一样。虽然说你看着它不像表达式，但是它依然叫表达式，能懂我意思吧？这也叫数字表达式，一二三叫表达式，一二三加二三四它也叫表达式，能懂我意思吧？单独处着就已经足够叫表达式了，能懂我意思吧？所以你单独的一个函数引用能不能被执行？能被执行，但是你说陈哥，哎，这样为啥不行？因为它的名字它就不叫表达式，它叫函数声明，明白我意思吧？它叫函数声明，它就不叫表达式，这个东西你只能这么记了啊，所以它不能被执行，能懂意思吧？一定记住，只有表达式才能被执行。说什么？哎，那咱之前学过一个好玩的东西啊，叫函数表达式。刚才不说了吗？这名不能瞎叫啊，叫函数表达式，对吧？它能被执行吗？我后面加括号，感觉这种写法挺无理的，对吧？能被执行吗？它叫不叫表达式？它都叫了，它就必须能被执行。看到了吧，被执行了吧，是不是被执行了，对吧？这叫表达式啊，表达式。哎，执行符号就是一堆括号啊，就是一堆括号。然后听我说啊，这样是不是能理解？没问题了吧？然后接下来一点，大家听好，能被执行符号执行的表达式，听我说啊，能被执行符号执行的表达式，这个函数的名字就会被自动忽略。就是说啊，能被执行符号执行的表达式，这个函数名字就会被自动忽略。比如说，你现在看，
哎，现在我这么来写的话，这个 test 是不是还代表一个函数呢？因为它是函数的名字，对吧？当我在后面加一对括号的时候，它是被立即执行了，或者说它是不是被马上执行了？被执行完了之后，是不是能出执行结果？然后我再一次引用 test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好玩的事，它不再代表函数了，它就不再代表函数了，能懂我意思吧？所以这听说，被执行符号执行的表达式，它就会自动放弃函数的名称，也就是说，能被执行符号执行的表达式，基本上就成了立即执行函数。而立即执行函数是一个什么东西？你看，你先记住这一点，是不是被执行符号执行了？执行了之后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写法就和刚才的立即执行函数没什么区别。函数被执行一次之后，这个函数被永久的放弃了，就没了，能懂意思吧？就被永久的放弃了。然后再来，再看这个哈，别的了，咱这么来吧，嗯，咱们说表达式才能执行，对吧？来，它是不是表达式？它叫函数声明吧？但是我在前面加点东西，加个一元正负运算符的正号，有正号在，是不是就趋势上要把它转换成趋势上把它转成数字吧，是不是趋势上它就是表达式了？正加一个东西还不叫表达式吗？是不是叫？虽然说正后面的东西挺无理的，对吧？但是依然它叫表达式吧。好，你既然是表达式的，你就能被执行，在后面加一堆括号，它就被执行了，能懂意思吧？一个表达式被执行了之后，它有一个天生的功能，就是忽略这个函数的名字，能懂意思吧？叫忽略这个表达式的名字，对吧？这个表达式名字是不是 test 的，或者叫忽略这个表达式的引用，能懂意思吧？它能被执行了，加一个加号能被执行了，保存刷新是被执行了。被执行完了之后，你说 test 的是不是原来代表一个函数呢？现在还代表吗？不代表了吧？加号可以，减号依然能办到。再看 test 的，是不代表了。那这和立即执行函数有什么区别？是不是这就是立即执行函数？对吧？这就是立即执行函数吧？再来，往里放一个叹号，行不行？行吧，是不是依然是表达式？对吧？还可以在前面放其他东西，当乘号、除号是不行的。刚才咱的不是加减，那是正负，明白我意思吧？那是正负，对吧？乘号、除号是不行的啊。然后这样是可以的，这是语吧？但是语前面得放东西啊，因为它有个顺序的问题，语前面得放东西啊。这个非什么什么，这个或也行哈，但是前面也得放东西，得执行到他那才行的东西，对吧？但是最典型的就是加减和叹号，就正负和叹号啊，这些东西都能把它变成一个可执行的表达式吧。可执行表达式被执行之后，放弃函数的名字，然后咱再玩一个惊悚的啊。咱说能把你变成表啊。这个。不是你有上一个上一个报纸啊，来，我问你个问题，这个东西后面等于啥？这我这样问你吧，这个 test 的是什么类型的？取决于啥？取决后面的值类型吧。那我现在后面变成一二三，它是啥？它是 number 类型吧。然后我紧接着把一二三给你去了，就剩这一句了。一二三告诉你不能付给他了。然后它是什么类型的？是变成 undefined 了。那现在 word test 等于一个 function， 然后让这个 function 去执行。你应该这么理解，这么理解，这是一个表达式，等于啥啥是一个表达式。前面的叫声明，前面叫变量声明，再怎么着前面也得叫变量声明，对吧？因为它是分开来的嘛，变量声明再变量赋值。这一句语句不是分开来的吗？先变量声明，再把这个function 附到 test 里面去，把这个 function 附到 test 里面去，这个过程叫做表达式吧？是不是叫做表达式？所以在执行的时候，它会放弃这个函数储存到 test 里面这个引用吧，让这个 test 回归到它被声明的状态，对吧？对吧？啊，你对撅什么嘴啊？晚续听课特别逗哈，就这样。一上课就各种表情包，对吧？就很难猜测了这个。
书里面没写，书里面没写过这种表情包代表什么意思哈、啊。来啊，所以说那个是安迪范的，然后接下来咱玩个惊悚的啊，惊悚是啥呢？上锁还一起啊？看啊看啊，凡是我能把你变成表达式，你就能被执行，对吧？刚才咱采取了很多种方法变成表达式啊，现在我采取一种好玩的方法。括号是不是算数学计算符啊？括号是不是它自身它是执行符号，但它算不算数学执行符？我这一加二再乘三，是不是先算加减后算乘除了？这样，对吧？我现在我就拿它当括号使，我把你方个身给放到里面去了。里面东西算不算表达式？比如说现在我给它起个名字 ，test 行吧？我给它起个名字 ，test， 这是不是函数声明被包起来了？它自此之后就变成表达式了吧？变成表达式之后，你是不是算表达式了？你是不是能够被执行了？然后在里面你看，能够被执行了吧？现在是不是能打出 test？能打出 A 吧，然后你现在再引用 test 的是不是根本没有，对吧？然后咱们再精简精简，咱说了这个括号吧，它是执行符，对吧？我也可以放到里面，这个放到里面怎么理解？跟刚才其实是一样的。你想一个问题，这一堆括号，咱没看那括号哪来，这是括号，不看这那的，这一堆括号先执行哪个括号？先看最外面的。先得读啊，是不是先看最外面的？是不是先看最外面的？你说你把一个括号，你这样来写一堆东西，减什么就是一减二，什么乘以括号三加四，三加四，你说先识别哪个括号？先识别二加三呢？先识别最外层的，先识别最外层的。先识别最外层的，你回头你找找你小学老师联系方式，你问问他，你求证一下这事儿啊，肯定先执行最外面的啊，这个也是肯定先执行最外面的吧。再说了，你也只能先执行最外面。刚才我举那个例子是里面当做数学运算小括号，外面也当数学运算小括号，你还可以和我降一降，对吧？现在只有外面这个是数学运算的小括号，剩下的所有括号都是有语法意义的，谁知道呢，对吧？来，现在看这儿哈，先执行外面的括号，就即使它不是的话，它也执行最外面的。先执行外面的括号，先执行外面的括号，它就会把里面的东西变成表达式吧？是不是还会把你这个东西变成表达式？变成表达式之后，然后再被里面的括号执行，这也是可以的。所以放里放外都行，而且 W3C 建议使用这一种，能懂是吧？然后放里放外都行，它能把这个表达式执行了，是不是实行咱们的想要的效果了？然后咱们一看，哎呀，这样想咱们想要的效果，一看。那我这个 test 的是不是也引用不了啊？因为它被执行了嘛，是不是这样的表达式被执行了？被执行以后一看，哎，你这个名字那写和不写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了，那干脆就别写了，就变成了最后咱们立即执行函数的一个样子。所以后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立即执行函数。这种函数执行完之后，函数被释放，也就是函数的引用不被保存，能懂我意思吧？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是这么来的，能懂我意思吧？是这么来的，也就是说别人告诉你只有它是立即执行函数，对不对？其实不对，有的是方法可以是立即执行函数，对吧？只要是表达式，它就能被执行了，对吧？所以是这么来的，一定得清楚啊。所以阿里巴巴有一次考了一道题，那题考才恶心呢。就是它是基于这个考的哈。问大家问题，同样哈，这是不是一个函数声明？函数声明是不能被直接执行的，对吧？好 ，A B C D A 加 B 加 C 加 D。这是不是肯定不行？肯定不行，对吧？我现在加上1234，好心加点参数，行了吗？能执行吗？理论上能不能执行？你非常坚定的告诉我能不能执行？不能。理论上是不是肯定不行？不行，对吧？这个也去听我说，这个也确实啊，理论上坚决不能执行的。但是他玩这个非常恶心的一个概念啊。你要说在这里面光写就是你在这里面只写一个括号的话，他认为这个必须是执行符号，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理解了。但是一旦你这么写的话，系统也知道，系统说哎呀，我这不能给你当成执行符号啊，执行符号你被报错了吗？然后系统一看，那我尽量别让你报错了，别让你报错，我也找找能不能识别成其他种方式，他还真能找到，他就会认为是这么来写的。
这么来写的，写个括号，写个一逗号二逗号三逗号四，逗号还是个运算符呢。逗号运算符，我上次跟你们说了吗？啊，没，以后再说哈。逗号运算符，逗号运算符就是把后面的位返回，也没什么其他的，就逗号也算一个正常语法。他会认为，哎，一逗号二逗号三逗号四，咣当括起来，然后和你这个式子隔开，这么来给你识别。所以他就暂时不会把你当成运算符了，因为他没办法了，他不想。理论上系统是能不报错尽量不报错的，除非你写的错的不能再错了，能懂意思吧？啊，是这回事儿。你这样的话，你看啊，你把它放到一起，它不报错，但是它也没执行，test 的还是 test 的还是 test 的，只不过它是系统是这么理解的，上面和下面给你分个家，能懂意思吧？这是阿里巴巴有一次的考试题哈、啊，就是笔试题，听懂吧？听懂。下面就正常写了，相当于就和你正常写个一一样的，一括号一也不报错呀，也没意义，是没意义，但也不报错，是没意义啊。你比如说你在数学里面，你写个一一乘三，括号加不加有意义吗？没意义，但是是不是依然可以加？你还可以多套几层的，对吧？显多绚丽。对吧？这是力矩函数的一系列知识，没问题吧？这块儿会都没问题，同学们，没问题吧？力矩函数，好了，来来来，听我说啊，重点来了啊，重点来了，咱这样吧，咱先别重点了，给你五分钟时间，你们练一下吧，啊，练完之后咱们重点。